臭豆腐。他帮人在卖臭豆腐的。对啊，我在想应该是机车，就挂了。臭豆腐，它脚啊，前脚跟后脚啊都骨折啊，那有送去医院，医生有帮他打钢钉，现在就是必须要休息静养，然后等到时间到了再去拆线。这臭豆腐呢，也是在大林救援的，在大林火车站那边一个很有名的卖臭豆腐。店家包来的，所以我就给你取了叫臭豆腐。臭豆腐很塞奶，很清冷，所以它治疗好，它还有机会被送。这个塞奶啊，这个臭豆腐，这个脚下的开刀，打钢钉在里面。哎，臭豆腐，啊，治疗好，救人。干嘛？你有话说吗？你要不说谢谢大家，你们谢谢那个姐姐啊，好多姐姐帮你啊，没有人通知你。也不知道在那边怎么了，应该是被车撞了。医生是说他这个伤应该是被车，你不能出来，你现在还要静养，等你拆完钢筋才可以做保险。好，这是我们臭豆腐，拜拜。那来讲话的脚超轻的，漂亮。比较胖一点哦，好不容易，然后再来过一阵子，3月2号、3月4号他要回台北医院了，要拔钢钉。医生说要努力吃，养胖一点，越来越好。说钢钉拆了吗？这里硬的，所以你要长长往下。哦哦 ，OK。这个这里是硬的，所以就长长往下。就各100项就对了。OK。这是臭豆腐啊，它很会喝水啊。这个水这么大一盆，他一天要喝个3-4盆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帮给你们喝，来看一下，喝水。都会喝水，我晚上都还要再帮他，晚上都还要帮他加水。人家只要加一次，他要加2次水。希望你们第一次看到那个猫那么爱喝水，配合它。然后这么一大碗的水，它一下就会喝光。就是早上7点多，每天起床第一件事要先给它喝水，昨天睡觉前也给它喝一碗，早上起来都会光光。真的没遇过这么爱喝水的猫哎，超厉害的！人家碗里面都还有剩下一滴水，它完全都没有，真的是会疯，厉害的。就是臭豆腐啊，它前脚后脚都车祸骨折，把预防针也打了。怎么这么爱喝水的猫啊，超厉害的，你可以开放送吗？干嘛你也要？你饿了？好了，你还有饲料，还在喝，还在喝，真是厉害。那放回去吧，臭豆腐，带去医院做检查，因为臭豆腐太会喝水。
我有点担心，怕他有糖尿病还是肾脏病。你看，我在喝，他一天喝的水比我的量还要多哎。我没看过那猫咪那么爱喝水的呢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